Hello。Hello。哎呦，谢谢九亮亮直播间，晚安大家。北人的新之冠，小妹，你怎么改叫小帅哥啊？不会不会，我才要跟你抱歉一下。我饿。对啊，我今天穿的是圣诞T。大家有发现吗？很可爱，我自己设计的。后面还有，很好看。路人甲是谁啊？幻影战士吗？谢嘉诚的柚子，自己设计吗？对啊。我猜错了吗？还是我猜对了？谢谢素鱼661跟 Ben 的柚子。大家没有很意外我为什么在放九一的歌吗？我怎么跟阿潘的背景一样是海报？因为这是我们的海报啊，而且我有在上面。
晚安晚安，干嘛呢？大家不意外吗？还是有人已经先直播了，有吗？有人先直播了吗？谢小伙伴大人，请问我看到，很可爱，小美女画的很可爱，我很喜欢。不是因为他们红，当然他们很红是没错。为什么我会知道？因为我是罗瑞卿。大家可以看一下看，不是我发送我的名字。大家可以猜猜看，为什么会突然放九一的歌？我看起来不像是会听九一的人，对吧？这本人的幼稚一点。因为一起录影，这是其中一个原因。大家可以再猜一下。很好笑，大家可以再猜一下。那我慢慢吃饭，大家多猜一下。没那么厉害了，宋上桥也太好笑了。右上角是 Mina 哦。已经直播过了吗？是有人已经直播过了吗？有吗？没看到妮妮哦，那你可以去他的直播看他哦。奇怪的话，好，反正我要来讲了，就是呢，因为我们不是录影嘛，然后就是有听到九一的前辈们唱现场，然后他们就唱 Local 这首歌，对，我们就是被圈粉了，不只是我，就是我们六个都被圈粉，
后面的没有妮妮啊，你到底想怎样？你想看妮妮，你可以去看她的直播，或是看她的 IG。妮妮的 IG 应该叫恩来恩来，对。他们唱现场真的太厉害了，就是很稳，然后那个气氛，那个气氛太厉害了。你们要在现场，你们才会感受到那个厉害，真的太厉害了。你们要去听，尤其是李佳，李佳原本就是他们的粉丝，算粉丝，就是原本就在听他们的歌这样。啊，我原本是比较没有在涉略这一范围，然后，大家好好讲啊，然后就是。就是其实原本隔几天之后是还没有被圈粉的感觉，然后之后哦我们就去练习嘛，栗子本来就会听九一一，栗子说他有在直播有说过，就是哎大家我会听九一一的歌哦，然后他说没有人要理他的，他说没有人要理他，谢谢什么什么怪的月饼气球，谢谢你，然后。然后就是听完那个现场，那个气氛真的太厉害，然后后面那个现场唱的也真的太厉害，真的很厉害，真的好厉害。然后这个其实录影完还没有，哎，还没有，就是被圈粉的感觉，是就是昨天练习，因为我们昨天要去小唱，然后昨天练习的时候，然后我们练习完了嘛。然后就他们就开始放 local， 然后我们开始嗨耶，就是大跳 local， 很有趣的画面，但大家应该是不会看到。然后就是很好笑，就那个画面很好笑啊，太有趣了。越听越喜欢吗？对，就是越听越中毒，真的是大，就是很疯的。然后林杰在那边玩灯。超好笑，太有趣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。谢谢 Lucky 的四叶草，谢谢 Lucky，Hello 阿正，这是真的会中毒的那种，他们的歌是会中毒的那种，他们的 local 真的会中毒哎，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我们在车上嘛，然后哦对，我们昨天就是去台南嘛，台南很远嘛，台南。四个小时，坐了四个小时多，然后就是我们有坐车，然后就是好像有微塞吧，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们好像是谁，林姐，好像是林姐有带晕车药，然后就问大家要不要吃，其实我原本没有要吃，但是因为我不想睡觉，我怕就是表演会影响到。我跟你讲，林姐还不算什么，连品涵都疯了，好吗？就连品涵都在跟我们一起跳，这才是最意外的吧。品涵也被 local 洗了。对啊，就是其实坐车比别人还要累。坐车比别人还要累。这个。对，然后。就是回，就是因为我们去程的时候还没有在听，因为我们怕我们太，而且我们都在睡觉，就基本上是没有在听歌，就是真的是睡到，因为我们是坐一台大的车子，然后后面三个，前面三个，然后我坐在那边，反正就是它是一个椅背，然后椅背上面有一个小枕头，然后那个枕头就是你其实不能完全靠，因为它是平的，其实那椅背是平的，但是它就是一个枕头，所以其实。不太好睡。今天的我也可可爱爱，谢谢米友分享直播间。看人觉得这场演出，我跟你们讲，他们真的很热情，就是很感动哎，就是真的很感动，就是真的很感动，他们超热情的。就原本其实会以为他们会不会没什么反应之类的，就是而且又是互校嘛，互校好像。
女生比较多，会不会对我们没有兴趣什么的？结果他们很热情哎，结果反而是男生都在，就台下看得到，看得到台下，反而是男生都在害羞，然后女生哇的，超可爱的，很喜欢他们，希望还可以再去台南互专表演，是真的真的很赞，他们的反应真的很赞，真的很赞，很喜欢。很棒，他们很棒，大家可以就是把这个我在称赞他们的这个影片截下来，然后放给他们看。虽然我不知道就是会不会有人有认识台南互专的人，就是可以跟他们说一下，就是你们真的很棒，谢谢你们，我们很开心，我们真的表演得很开心，是真的真的很开心。我们六个都表演得很开心，我们下台回到车上的时候就是。就是各种鬼吼鬼叫，就好开心啊，好热情啊，好感动的。然后我就一直在那边，哇，好开心！我边修图边打字，哇，好开心啊，好开心！我的。然后下来就是，他们不是读护专的吗？太紧张。哦，对，我讲到睡觉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因为我是他的椅背是90度嘛，所以就是不怎么好睡。所以我就是斜的这样睡，因为它是一个头，然后这样子，然后再一个头，有听懂我的意思吗？就是两个人的座，三个人的座位，然后这边是一个头，然后平的下来再一个头，所以这边就有一个凹陷处，就是椅直接椅子的凹陷处，然后就是这样靠在那个上面睡，就是我的脖子是悬空，但是就那样已经是最舒服的状态，我就那样大概维持睡了不到几个小时。对啊，健送那件事情是我们意想不到的，就是除了他们反应很热烈，我们已经意想不到以外，他们还到门口送我们哎，真的是很感动哎，很感动哎，超级感动，真的很感动，很喜欢他们，谢谢你们，你们很棒，大家可以截给他们看，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给他们看。喜欢漂亮妹子的女生越来越多了。真的很棒，那讲话的口气可以好一点吗？刚刚的部分，或是你有看到什么的？我可能你有讲什么，我可能没有看到，所以可以不要这样子。台上台南的热情真的就是，哎，讲到就觉得很棒。那苗州人如果可以的话，当然一定啊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当然也很想去。恭喜 Rain 的粉丝团等级升到一级喽！恭喜你！应该是对，是我，哎，我也参加两场哎，那这场真的是惊吓到我了，就是很赞，他们真的很赞。我们很想喝牛肉汤哎，其实那这是我第一次去台南哎，大家知道没有？我们是当天来回，所以其实没有什么时间，不好意思。我们还想要吃丹丹，但就没有办法。对，很想吃哎、欸，就是我真的是第一次去台南、欸。逢甲是在台中对不对？台中好像我是去日月潭，但是我不知道台中日月潭是不是蛮相近的，我不知道算不算是台中啦。大家不要凶我，反正就是我是第一次去台南。台南人很赞哦，去台南就不用特别吃蛋蛋，为什么？就是都在
在中部嘛，就是想说，中部应该也算是吧。不要笑我，跟你说，不要笑我。所以我可以笑你吗？你不可以笑我。没有啊，你们没有凶我。开玩笑，开玩笑。然后，大家应该很想听我当心机的感想吧？有吃蛋啊，好想吃哦！那东西很赞，到底是有什么不同？很想知道。汉堡到底有什么不同？啊，这啊，这很棒哎！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，阿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除了便宜，就是便宜。除了汉堡，还要买根根小点心。好想吃哦！越讲越想吃，真是。永远不可能，那不是握手会卖完几步的问题，就是如果我被当到我必须要当星星，我就还是要当星星的问题哦。握手会是不可能，握手会顶多就是衣服之类的。香香的汉堡，面包比起来比较软，比较不干。蔬菜比较湿润，我帮你改湿润。热情的台南，还有我觉得国素没有很热情哎，国素你要热情一点，尤其是酱汁哦，真的。炸鸡不油肉羹，真是越讲越想吃哎。那其实我觉得我这次星星没有跳得很好，我觉得我自己有跳舞洁癖。怎么样？就是动作，跳舞动作的洁癖，我觉得我做的没有很好，所以我没有很满意我这次的星星啦。但是如果可以，希望这是我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当星星啦。我还是当个可爱的小兔子就好。谢谢 Yukino 的柚子。你带很多粉丝在台南玩了吗？你要对偶像热情一点啊，果树。那有必要？No， 不知道啊。大家就是有那个麦克，我的学生天团风音乐，对，大家有看到吗？大家可以去看看。你看，我根本没看到我自己，好吗 ？Hello， 大卷。有粉丝说，有粉丝他说台下有说星星，真的假的？那就好，我以为就是我会被嫌弃，我觉得我自己跳的其实没有很好。七点半，对，大家就是等我看，看完我直播再去看好吗？我直播再去看。可以帮我跟台南护专的同学们说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追踪我哟，谢谢。如果觉得我很可爱的话，可以多多追踪我哦。有吗？我没看到哎。喵仔喵仔喵仔，你看我每次家里听到这首歌的时候，他都会一直唱喵仔喵仔喵仔。哎，45哎，天哪！你好想看校园唱？
对，我还可以当小企鹅哟。喵呆。对，我觉得我没有表现得很好啦。喵呆，喵呆，喵呆，喵呆。好啊，好啊，公司你说的，大家截图，截图，截图起来。但是真的坐很久哎，就是昨天那坐很久，回来台北的时候已经很晚了，这是真的。但是就是因为其实真正累的是坐车的部分，我们的司机辛苦了，金燕姐辛苦了。就是其实真正累的是坐车的部分嘛，但是就是去那个台南护专表演完就觉得哇塞太值得了，就是我宁愿我可以坐八个小时来台南护专，大家赶快截图截这个片段给台南护专的同学们看到好吗？大家呼叫台南护专的同学们，对啊对啊，但是我没有看到，谢谢马尔记的一勇士，现在可以想想直播间那么可爱，一直都那么可爱，以前就企鹅可爱，瑞婷企鹅可爱。那赶快呼叫那个台南护专粉丝，我觉得好像看到有一个台南护专粉丝，赶快让他把这个片段给他们的同学看，觉得我可爱的话，可以追踪我哟。喵仔喵仔，没有喵仔，喵仔。你每次都搭那么久，有没有很感动？蛮感动，可是你是搭高铁吗？有人好像有点断掉了。我看到，不知道谁有送柚子，但他没有显示出来。哇哩嘞，哇哩嘞，啊，有了有了，气死我了！这是命运，大姐，命运，这就叫你要多爱瑞吉一点，知道？你都搭客运了，哇，那是真的很累耶！喵呆喵呆喵呆，我怎么敢搭高铁？我怎么知道嘛？我怎么可能会知道你们搭什么？我瑞吉好棒，有自信的可爱嘛，谢谢。可是还好我们都没有想要上厕所的事。我可以说一个比较好笑的事情，就是因为、啊、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就要发影片嘛，大家知道吗？大家知道吧？但我影片就是之后可能都会是以 vlog 的形式，因为我这样自己拍的也比较开心，想大家会看，就是大家上次的练习影片反应也还不错，所以我想那就这样子吧。反正就是拍了影片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然后就是在休息站的时候，我们回来回程的时候有停一个休息站，然后就是，然后我在拍的时候，马上就说：“这你要拍？”哦，就是记录一下嘛。这有什么好拍的？那我相信大家都很爱看，好不好？不管我们怎么样，大家都很爱看。三根棒棒糖，哎，还有重点是，就是上车的时候要拍嘛，要拍 vlog， 然后上车的时候说，哎，我们出发了什么什么这样，然后就因为我坐在平安旁边，然后哦，李佳丽上车直接就是万全准备，就是坐飞机那种万全准备，她直接这样，然后就紧整口罩，然后什么东西外套，巴拉巴拉巴拉这样。然后他直接就是已经直接上车，马上十分钟不到就已经做好这个准备姿势了。然后后面上的就是雨婷婷那个麻油嘛，你可以去问，你们可以去问问看平衡为什么要买棒棒糖，你们可以去问平衡。然后
然后嘞，对对，就然后我要拍了嘛，我就说大家我要拍了，然后他就说不要拍到我，不要拍到后面三位姐姐们都说不要拍到他们，然后李佳也说不要拍到他，可是其实李佳就是已经口罩戴起来，然后什么都遮住了，就只剩一只眼睛，一双眼睛，然后还是闭起来，就是基本上是没什么瑕疵。然后就是我先跟平涵拍了嘛，那拍完之后我说真的不可以拍李佳丽，因为李佳丽的那个样子真的是太值得录下来了。然后他就说好啦，反正应该也都盖住。我说对，就是完全看不出来。我不会不会不会。然后我就又跟平涵拍了一次，然后再 tag 一下佳丽，然后再回来 tag 我跟平涵。但是我觉得最好笑的是，大家有看到平涵的贴文吗？平涵他的贴文不是有一张是他在吃三明治吗？他吃的三明治吃超久的，然后我已经睡了差不多几分钟，然后起来看到平涵他还在吃，他就是边吃边拍，然后拍超多张那种。平涵太厉害了，旅行是在休息站买到的，什么意思？开车更累耶，我看那个司机感觉就快要累死了。我在讲什么，就是那个录的时候他就说我想吃茶叶蛋，然后他就开始了。哦，我有录到平常吃茶叶蛋的那个画面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然后平常吃完之后大概又隔了不知道几分钟上了国道嘛，还是高速公路之类的，他说我想吃三明治了。我想说怎么一直吃啊，但是平常很瘦，有本钱可以吃，多吃一点，平常多吃一点。平常多吃一点。从台北云到台南了吗？好像差不多。超冷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只有平常跟林杰需要多，应该多吃一点。平常没有啊，就是怎么讲，他没有吃，他茶叶蛋吃蛮快。没有了，大家都是抱着要去工作。Hello， 我要多吃一点，不行了。有啊，我有吃很多，我真的。我已经吃不少了。会中毒，他们的歌。我觉得今天一整天一直被 local 洗脑。少杯少喝哦，看我心情。谢谢你的建议，谢谢你的建议。当我有毅力要少喝的时候，我就会少喝。目前还没有。
我今天在没有，我今天就纯粹想听，分享给你们听。怎么了？天天华华在你旁边吃饭吗？哦，这不是我等的，是前置讲的哟。这怀的，四叶草。不可以，不准去吃饭，不可以，不让你们去吃饭。不、哦，谢华的谢谢关心。台北好像比较没有笑唱嘛，我也不懂。但是很棒啊，就是可以去南部笑唱这件事情，很开心。那学校就没有羡慕死，不用羡慕，你可以来看我们的 reset。reset 公演或是二周年演唱会哟，你都可以看到我咯。谢谢四维哥的月饼气球跟华的星之冠。羡慕学生。开心的四叶草，演唱会买起来。现在有瑞，你看，太坏了，气了，我不允许。大家如果真的想看我的话，可以去我的握手会跟合照会哟，握手会跟合照会，握手会跟合照会哟，或是可以买圣血哟。我的 reset 超棒的，感动，谢谢，我也感动。我不是说小帅哥，我要说冷品君，不行，冷品君是可爱的，冷品君不是小帅哥。如果你们能这么容易就洗脑就好了，没有啦，没有啊，不是在洗脑啊，在跟大家推销。什么叫每天？对，20%。刚刚在抽。还有什么可以分享？我想一下。
合照会去找我妈。淡诺夜风明月，我还没分享星星，我想说除了星星以外的，没有不分享，就是想说晚一点再分享。很可爱吗？这我觉得我没有表现得很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我会表现得更好。如果我有在当星星的话，希望这是我的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。我不想抢夺阿潘的星星这个位置，我觉得阿潘做星星做得非常好，非常可爱，非常阿潘星星真的做得非常，你们要做，你们真的是要当一个星星才知道星星有多难当，大家真的是要当一个星星才知道星星有多难当，星星太难当了，我太难了。虽然是这么说，不知道为什么我已经买下去了呢。你在外乱选海报，给我买，什么意思？你在发海报，这么好？我是有带，哎，你有看到？我觉得我有点太好动了啦，就是一个动作洁癖，我自己有舞蹈动作的洁癖，我觉得我没有做得很干净。我看到不用了 ，Bill Flower 的星星是高云爵哦，阿华，好好讲话，嗯，就那个这么，哦，那地板很滑哎，那地板是真的好，就是我们跳完之后，除了很开心很感动以外，就是我刚刚滑倒，我刚刚滑倒，那地板是真的超级滑，真的是滑到爆炸，超级滑哟。超级滑哟，超级滑哟！你不是有，然后有粉有学生不要吧？海报，所以呢？那个片段只有我跟李子，但其实大家都有滑。偷爆料，大家都有滑啦。就是很想要大跳，但是因为真的太滑了，有点尴尬。Hello， 嘎波还是卡波，还是卡波？为什么大家都跟我说早？现在是晚上，因为我没有。不要买免费的、啊，大自然之门还想收免费的、啊。看米索乐不？谢谢大家对我的，就是其实那时候看这个六人组，就大概知道谁会是星星了，所以那时候我就已经有心理准备了，直到那个站位出来，哎呀，我真的是星星了。然后那时候就其实已经有心理准备，所以没有很意外了，也没有很崩溃，想说哎呀怎么办？那先拜拜 ，Miso， 我要把你 ban 掉，没有啦，啊不行，你可以出钱买吗？对啊，那时候我一直想要让栗子当，然后他就有点想，我也想让栗子当当看，哈哈哈啦，哈哈哈。65，大家都以为是栗子对不对？我那时候想说，那三组的话应该是 A 组应该是雅恩 ，C 组应该是Daisy 组应该是雅恩。Bellflower 组应该是栗子 ，Sakura 组应该是阿潘吧？应该谢谢大家，我是星星。是吧？而且毕竟是第一次，所以我真的是。不知道怎么诠释，也不知道怎么办，所以我觉得我跳的没有很好，但大家觉得可爱就好了。我看起来超级活泼的啦，对吧？不行，我们的 Bellflower 组的星星就是云爵了。我们从第一次 reset 公演就已经，第一次 reset 公演的星星就是那一组的星星。就算其他人就是去别的地方本来是当星星的，没有。那个星就是他 ，No， 就是他，就是高云爵。对啊，我本来就没有要有星星的感觉哦。
我要用我自己的方式当个星星，好吗？不要好吗？这我觉得不行哎，我觉得不行。合同中是星星，为什么？我觉得感觉还不错啊。对，杰哥已经摆脱不了，他就是我们 Bellflower 组的星星。为什么星星？我们叫藕包，我们叫藕包 Max。好，我把你ban掉阿华。或者是投品涵吧，拜托，品涵当星多稀有啊，不能只护自己的。慧明说的 ban 应该都不是 ban 啦，大家，当然知道大家都是在开玩笑，大家拜拜。我也想上偶包吗？可以啊，有机会的话。有波浪的，对啊，感觉已经很棒了。感觉这部分可能要云爵自己跟大家分享。品涵怎么像星星吗？品涵星星绝对不是星星。想看看是不是 ？No way, never。除非。对啊，不觉得三姑当星才有趣吗？三姑当星才有趣，好不好？阿帆真的很厉害，阿帆当星真的厉害，真的是要当星才知道当星星的苦。那我没有很嫌弃这个角色，我觉得这个角色也是很棒很棒的一个部分，但是就是要诠释的好，这就是另外一个部分了，知道吗？这要诠释好就是另外一个部分。哦，对，说到这个。噔噔，我们自己有买一张专辑，来看一下是谁的呢？是 Mina 的，太意外了吧！我都没有想，都没想过是 Mina 的，是 Mina 的。林一家庭不行啊！林一家庭，我跟一家都在 Bellflower， 不行啊。Mina 的，我原本想是谁啊？我自己不知道，想要抽到自己的，当然想要抽到自己的，品涵之类的吧。不知道，反正就是怎么想都不会想到是 Mina 的。总不让台下猜一下，不想猜怎么样？我就不想让你们猜。Mina 的。三秒看完一张专辑 ，Mina 的。平衡也都没开到，所以平衡这次很稀有喽。
谢谢 Rain 的柚子。夜风鸣人，你定也是卡米娜，谁定的阿华也是，对不对？你们两个也是，这也是命运，也是该推瑞婷了，好吗？不管怎样，都是该推瑞婷了，好吗？这是看脸，看脸什么意思？看脸什么意思？但其实我想要拿林杰的，我现在是林杰的小迷妹。我是他还不用投瑞婷啊，你就不要开吧。看脸能看运气是不是？看脸是什么新用词啊？瞎子？为什么是瞎子啊？啊，我没有哎、欸，我要自己当一个边缘的临街小迷妹。对，很棒啊，真的很棒哦。好哟好哟，没关系哦。要推瑞婷，支持瑞婷的意思。没有吧？我觉得脸满脸还是什么意思？你说开到自己，没有开到自己最强，可是也算是很好啊，不管谁都很好。要帮我中介吗？不用，我这样子很开心。我不想要当一团，我是孤立的粉丝。那我还是不要当林杰迷妹，我要当什么？林杰的。我当林杰的妹妹，林杰跟我不要，林杰不要，林杰不要，我当他妹妹。我当林杰的小可爱，我是林杰的小可爱，大家是我的小可爱，我是林杰的小可爱。林杰的宠物先不要了，林杰的兔不要，我当林杰的小可爱。然后林杰跟我说，他说什么哈什么东西，林杰才不要了。太多人还是喜欢瑞克，什么意思？你看，不要了，我没有改性啊，没有那么夸张，没有到那么夸张的地步。真的不会讨厌。你觉得大猩猩？我不是大猩猩啊。大家很喜欢用大猩猩开玩笑，不是。为什么呢？是没有到不喜欢，但就是有点酷。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黄鱼怎么了？去当林杰的干妹妹，可能林杰不要，林杰可能不想认妹妹，林杰可能只想要一个弟弟。谢谢米多里的来，谢谢你上直播间。我是林杰，你看啊。三小啊、哦，很会讲话，好气哦！傻哥想叫一下，也太可爱了吧！我觉得很好笑，我因为昨天我们在跳 local 的时候，我们昨天大概跳了三次 local 吧，我真的要笑死了。本人现场对台，谢谢。所以大家要来我的握手会跟合照会哦，握手会跟合照会，握手会跟合照会哟。不会，哥哥连碰都不想碰我，对吧？哥哥连碰，哥哥在房间，哥哥连碰都不想碰我。我曾经有跟我朋友，就我有一个朋友，然后他跟他哥哥很好，就是他哥，他会就是
会叫他哥，日文的哥哥，三个字的那个。对，我不想念，我怕你们太暴动。开玩笑的啦，纯粹就是不想念而已啦。然后就是他们还会勾手啊，什么什么什么。然后我就是其实听到的时候，就是蛮惊讶，想说，哎，怎么会勾手？就是妹妹跟哥哥会勾手吗？就是他们怎么会勾手这样？然后我就很纳闷啊，对，然后我就回去问我哥说，哎，如果我勾你的手，你会怎样？他说，我大概会把你甩开吧。我觉得受伤哦，我觉得受伤哦。好酷哦，这样很好，就代表你们感情很好，那很棒。芋泥台不知道，可是那个没有讲啊，大概蛮甩开，我就是原地受伤，哥哥决斗，哥哥在房间。哥哥说什么？他说有，就是他朋友问他，就是有妹妹是什么感觉？他说就是恶魔的感觉。什么是他的恶魔？可能是我哥的恶魔。不是我哥的恶魔。我可以跟大家分享，我把品涵的充电线带回家。以前我妹跟我手头有看元旦小三，笑死，笑死，好好笑哦。我叫我不能没有叫他，就是我们家是就是不能叫 A 或是全名，会被他们骂。现在我也想尝试看看，还有叫他们全名。我把平衡充电线拿走，没有投资拿走了，简直是女儿的感觉，那也还不错啊。我看到有一个就是差了18嘛，好像17还18岁，然后那就是那哥哥又对，大家自己就是又很，对，就是看那个画面，就是天哪，那个妹妹长大以后会有多幸福啊？对，我们不能叫名字，哥几岁不告诉你。就是我昨天快要没电了，然后平衡，我就问平衡有没有钱，我就带行充，我没有带钱。大家知道就是带行充就是会发生这种蠢事，相信大家一定也都有过吧？没有就算了，你们是异类。好多人在里面，你们是前三喜欢的，谢谢谢谢。我猜你第一喜欢的应该是栗子，第二个应该是平衡吧？有没有猜对吗？前三喜欢还是我是第二名，希望我是第二名啦，哈哈哈哈哈！谢谢益生菌，希望你可以多看看我哟。无限充电，觉得叫哥哥全名不会啊，很棒哎，我很想叫他全名哎，但是不行。好的，现在就接送，还接送，接送很厉害哎，买饭叫他全名，接送蛮厉害的。我第二名就可以了吗？当然不是啊，当然是第一名最好啊。那如果你们第一名有别人的话，那是越高越好咯。那我相信我应该是切的第二名吧，切的第一名应该是小鸡。太严格了吧，干嘛这样叫全名又没事。你会觉得他就要负责接送，可是其实我哥蛮少接送我的，
好想要有人帮我剥虾哦，我来自己剥虾。呼叫绰号也很棒啊。说到剥虾，虾虾到。你有外婆在吗？好啊，但你剥不到。我真的不喜欢剥虾，但是我很喜欢吃虾。瑞婷的小知识，我很喜欢吃虾。我很喜欢吃虾，这个是没讲过。我很喜欢吃虾。虾只有尾巴吗？给你们看，就是有时候如果剥虾剥得很厉害的话，其实可以把尾巴跟身体连在一起，但是太断了。你还可以帮我剥螃蟹啊！你还可以帮我钓鱼翅。剥螃蟹很厉害，我到现在还是不会剥螃蟹。我觉得剥螃蟹超难的。但是我姐很会剥螃蟹，因为我姐很喜欢吃螃蟹。你这样讲她会不会生气啊？我姐很喜欢吃螃蟹，真好吃。对，你们不知道陈多拉做的时候很开心，就觉得哇，我是剥虾天才这样。海报？什么海报？你说我身后的海报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我姐生气的点在哪，真忘了，不敢不敢再讲。哎呦！应该是喜欢，先把你们吃哦。它很难选耶，大家知道我选择障碍吗？但是如果硬要选的话，我应该说，我应该是喜欢肉类吧。但是如果就是肉类跟虾子比的话，虾子归类为肉类这样。就是虾子归类在肉类，然后海鲜就是其他东西。
喜欢牛肉。但是也要看怎么料理啦，但就是如果火锅的话基本上是会选牛肉，就是去火锅店吃饭的话。对，虾子好吃到自己的类别，虾子真的是很好吃哎。然后我们昨天有去休息站。但是我觉得螃蟹会腻耶，哦，但是就是如果海鲜的话，鲑鱼片又是另外一个类别。我很喜欢吃鲑鱼片，泰国很喜欢吃鲔鱼的鲑鱼片，就是普通鲔鱼就好，我不奢求到黑鲔鱼，因为黑鲔鱼快绝种。自己就分了，对，就虾子一类，鲑鱼片一类，海鲜又在另外一类。鲑鱼片、鲔鱼、鲑鱼片啦，鲔鱼、鲑鱼片一类，鲔鱼、鲑鱼片一类，虾子一类，其他鲑鱼片跟其他海鲜又在另外一类。大家突然开始螃蟹了，是不是？我没有喜欢吃螃蟹啦，也不知道没有喜欢，就是我不喜欢吃很麻烦的东西，所以。生的虾子我没有很喜欢，虾子要熟的，我喜欢熟的虾子。对，大家都比较喜欢鲑鱼，但我也不喜欢鲑鱼，我觉得鲑鱼太油了。我最喜欢鲔鱼了，我真的很喜欢鲔鱼，鲔鱼是真的很好吃，鲑鱼鲔鱼真的是我从小吃到现在，从小就大概小学幼稚园那种。啊，对，帝王蟹脚呢，要有人播啦，哈哈哈。没有，因为我就是超级不会剥蟹的、啊，我真的是，我觉得剥蟹太麻烦，所以其实我不常吃，而且也不常会有这种东西可以常常吃，不会到不好吃啦，但是就是比较油，比较不喜欢那种油的口感。就如果要比的话，我还是最喜欢吃鲔鱼，我是鲔鱼派，以前都不知道那叫什么鱼，以前都会分不清楚。最喜欢吃黑鲔鱼也太了吧，黑鲔鱼快要绝种，大家请放过他们。喜欢还不是哎、欸，就是喜欢鲑鱼片不是，是因为就是因为我阿公很喜欢吃，然后有时候小时候就会跟阿公去吃饭，然后就 不知不觉就超爱吃，真的是超爱吃，很好吃，很好吃。对，我都说红红的，我记得，就小时候都说我要吃那个红红的，我不要橘橘的，我要红红的。谢老师要柚子，但其实我觉得。普通鲔鱼也有另外一种味道，因为黑鲔鱼其实有点油，但是鲔鱼的味道的油，但黑鲔鱼真的是很好吃啊，这个我不否认，这个不否认黑鲔鱼真的很好吃，但是大家就是放过黑鲔鱼，黑鲔鱼要绝种了。谢谢 Yuki 的分享直播间，但是就是大家知道就是绝种，不知道啊，就是我不太清楚，就是不是很多有些动物要绝种的嘛，但是。然后粉丝叫鲔，可是那个鲔鱼应该是罐头鲔鱼的那个鲔鱼吧，我不知道。我把图拿上的是罐头鲔鱼那个鲔鱼，但是我讲什么？我刚讲到哪里？哦，绝种，对不对？就是他说要绝种，那为什么不就是放大概一两年？等个一两年，
去补它，为什么一定要现在就把它补完？就是你如果现在把它补完的话，那你不就以后就再也没有了吗？那这样不是更不好吗？就是享受一时，换头尾又是另外一个部分了。生鱼片尾是最顶端，可是就是看到很多新闻都说要绝种，不是连小的都会被抓吗？繁殖能力很强跟被抓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吧，我觉得啦。但其实还是要看科学根据，我现在只是在讲我的浅见而已。对，我现在在讲我的浅见而已，自己不知道被别人抓光。对，我觉得这样子不太好。好嗨哦，整个的歌好嗨哦。对啊，为什么要抓鲸？还有鲨鱼也是，就是我觉得为了就只砍掉它上面那个，真的太可怜了。大家有看那影片吗？真的太可怜了。就你要嘛你就整只，你干嘛要这样子放它一个？那它要怎么办？它也是一个生命。长太慢，就是因为长太慢，所以就是一直被抓，所以就变少了，所以还是少啊。总观来说还是少，就是还是可以不用那么猛烈的抓吧。可是这样子很坏啊，不是因为说它不好吃就没有市场，就不要它。对，不然都提到这样子一下。你想一下，如果有人只为了你的一只手，然后就把它砍断，然后他就让你就只剩，那他只要你的四肢好了，你就没有四肢了，你就只剩一个身体，然后你还要活着，那不是很难过吗？很难过也很难过，太沉重了这个话题。总而言之，我相信大家都是善良的。相信大家都是善良的，相信大家都懂，好吗？看，要有同理心，不求同情，只是求同理心。我的野狗要吃完。可是其实我不懂鱼翅到底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，就是要说的就是那种饭店啊，大饭店那种汤，你没有吃过，就是一种白白的，然后很网状的，然后不知道它是什么，我已经很久没吃到那个，真的很好吃，那好像是一种植物吧，那不是动物，白白的，然后就是很像网状的，然后那个脆脆又不是又不脆脆，就是。很赞，没有吃过吗？浮生吗？我看好像是哦，我查查一下。我查查看。其实我一直不知道那个名字。对，很久没吃到了耶，浮生，浮生是念生没错吧？好像是哦。哎，大家怎么都听得懂我在说什么？
欸，大家都听得懂我在说什么，你们很厉害耶，你们很厉害耶。这个浮生，大家可以进去 Google， 很好吃，但是真的很久没吃到。谢谢大剑的花枝丁脆，谢谢。对，大家怎么听得懂我在讲什么？大家很棒哦，大家都很懂我哦，因为你们都很懂吃。谢谢 Lucky 的许愿瓶。可是我已经很久没看到，也没吃到了耶。这个外面有卖吗？这个自己煮会好吃吗？你们有自己煮过这种东西吗？这很少见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东西都比我好多，笑死！因为我讲到重点了。那就好。板豆很常见吧，可是我已经真的很久没吃到，虽然我也没有很常吃板豆了。大家太强了，瑞你怎么改你的蛇啦？为什么是蛇啊？不是独角兽？还是你要改兔子也是可以哟？煮汤会吃到，所以你会自己煮那个吗？煮汤也是很贵，真的。真的很好吃，那个是我吃过最好的，也没有到那么夸张，但是那个真的很好吃。对啊，独角兽是果果的标志，我上次有跟你说，但你好像没听到。你怎么换蛇？你怎么可以？你可以换兔子啊，兔子是我的。自己煮可能有点困难。独角兽是果果，对，独角兽是果果。煮进去的那个汤就是好吃，已经太久没吃，已经忘记那个到底是好吃在哪，只记得它很好吃，它的口感很赞，很赞。嗯，讲没讲？没关系啊，没关系。企鹅是谁？企鹅是硬要说，可是企鹅也没有哎，因为想本来想说肉肉，但肉肉的标志就是一块肉嘛，所以好像没有。企鹅可能就是企鹅的标志，BF。对，我们没有那个风铃草没有标清图案，大家知道吗？所以其实我打风铃草的时候都会用电量用风雕。嘉颖应该是那个吧，雨滴应该是真菌，什么意思？所以是很贵的意思。啊，那没有风铃草，哥。是同一时间的雨露那边，是哦，我一直以为雨露就是雨滴耶，为什么雨露会是企鹅啊？那我会是雨滴耶，我会打蓝钻石，没错。不要乱举手，现在不要乱举手，我会叫哥哥。那叫哥哥很奇怪，就是很正音的感觉，哥哥大概很正音的感觉。姐姐我会叫姐姐，不然会叫姐姐。那我一直都乱叫别人姐姐，因为跟我基本上跟我相，就是在团员里面跟我相处的都比较年纪比我大，我都叫姐啦。叫哥哥很正音耶，哥哥，正音班的部分。
也会叫姐啊，或是绝，绝或是姐。那我叫林姐的时候会叫姐或是姐，其实差不多差不多。但雨晴就不一样了，雨晴会叫妈妈。雨晴要把我杀掉了。他一直在10%上下，大家见谅。但最常叫姐的应该是柏林嘛。哦，思远有哥哥哦，我都叫姐，不觉得姐很赞吗？我会叫绝姐吗？不会叫绝或是叫姐，不会叫绝姐。有时候我还会叫彩姐姐，因为其实彩姐比我大，就是硬要说的话啦。布丁也会，就是天使团也会叫阿明姐，就是很顺啊，就姐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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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lah， 很顺。然后就补口红，大家等我一下。补口红。韩可以叫美人吗？不行，不准，不准。只有柏林可以叫我妹。No no no。野果，无糖维冰，可以叫平安，叫平安。有昨我们昨天在车上不知道为什么，然后就叫平安姐姐，然后平安就说好，就是很少有人叫她姐姐。其实我哎、欸，我有说过吧，就是我说，就是那我要叫平安姐姐，平安说不要啊。谢谢评委的柚子，对啊，我是。不让，对，我不让他。我刚刚有说，我也会叫布丁姐。我刚刚有讲好吗？还是卡住了？Yukino 哪个才是对的？哦，原来是这样哦，好意外哦。可是我觉得兔宝这个绰号很意外，就是很意外，
就算我又属猴嘛，大家也不会叫我猴猴子之类，就是很意外。就连我就算是兔子，他们也不会叫，他们就会叫瑞婷，应该吧？我也忘记他们都叫什么。五糖不行吧？还好吧？我都因为我已经习惯喝五糖，五糖还行。我刚才走音，五糖是这样，五糖还行。猴宝，猴宝你也超怪的。对呀，你们怎么知道黄秘书属什么？我怎么知道黄秘书 ？Hello 阿六，为什么啊？为什么你会知道黄秘书属什么？哎呦，你还说过。突破盲点，什么意思？你是说黄秘书属什么？你还说不能说？那你们还说？你们还说？怎么这么不乖啊？可以说是不是？好哟。太夸张了！平安喜欢瑞婷，所以应该没关系。什么意思？现在是九一特辑，对啊，我就是让他自己播，我就点九一的那个热门歌、热门就是专辑还是什么歌，让他自己播。大家介意吗？介意的话，大家可以就是听不好，我好好。然后不会。我觉得平衡就是好像有点被我们影响，就是我不是有时候我们在跳 local 吗？跟平衡一起跳哎、欸。我有一个影片，就是，然后还有你，你不是平衡的朋友。对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我刚才讲话只是没有注意到，大家不要太介意。没有，就是那时候我不是说我在加油站，不，休息站，然后拍影片嘛，就是我就拍说，就是现在我们在休息站，巴拉巴拉，然后其实没有人要理我，然后。我今天看了影片，我真的要笑死。然后就是林杰就，我就说怎么没有人要理我呢？然后林杰又跑过来，就说，他就看你们自动自己看就知道了，反正他的反应很快。然后雨婷，然后林杰就在旁边讲，然后雨婷也突然过来旁边讲，然后平安又冲进来了，然后他就这样，他就开始 loco 超好笑。因为我们那时候在真的挺 loco 的。平安就在那 local 的话，然后我就笑到不行。会有影片吗？我不知道那一段平安就是同不同意让我剪。然后如果平安让我剪的话，大家就可以看到；但如果平安不让我剪的话，那就是看不到。绝对不是我不剪，好不好？local 是九一的歌。哎 ，local 真的很好听，会被洗脑，真的会被洗脑，就是很魔性那种，就是你一开始听可能哎、欸、还好，然后真的不行，真的很好听。谢谢华华的月饼气球，谢谢。真的是会被洗脑。
他可以去听各种案例，大家也可以去听一下哇吼哇吼好用，虽然大家都听过啦，好，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哇吼哇吼好用，然后大家可以把我前面刚开播前面那一段，就是跟台南护专的学生们告白吗？算告白的话，先给他们看，可以给那个女粉丝呢，让她给他们看。而且其实原本我想说，这吉米周的应援棒，谢谢。原本想说，他们会不会就是对我们没什么反应什么的，就是。会，因为都是女生，互校听起来是女生啊，对吧？互校听起来是女生，想说他们会不会对我没什么反应？因为我们也是女生，就是一般来说女生不是就喜欢看男生吗？对，然后就是有点担心，就是被介绍是 AKB48 TPP 的时候，我直接吓到就是哇塞！对，很多人见送，很开心，很赞，你们他们真的很赞，台南护专赞，希望有机会可以再去表演。真的，我们昨天真的表演得很开心，即便我们真的坐车坐到快不行。那很好，其实如果我可爱的话，可以追踪我哟，一直重复这。就还是有一些男同学，但是男同学都是比较害羞，就女同学在跟我们一起跳 P P P 巴西巴勒之类的，然后男同学这样，他就戴口罩，男同学就戴口罩，然后抱着，就是这样子抱着腿，这样，然后看着我，这样，然后跟女同学讲话，这样，是男同学意外的比较，还算是不是有点，是超级，但还是很开心，这个滑。不会阻止我们的热情，他们都是一起跳的，像滴滴滴在地上，很可爱呀！你们才不害羞，还敢害羞啊？听 local 真的很好听，真的好听，你们看 mini phone 也是害羞吗？看演唱会就是要嗨起来啊！嗨，什么意思 ？Hello 翠翠，明不明白我的时代？想到那个画面就觉得好笑。看图真的时候超害羞。不行啊，不能害羞，可以害羞，你们可以害羞，我们不能害羞，我们害羞的话，你们就不会害羞了，对吧？势必要有一方需要害羞了，
好像有印象，你说 local 吗？对，不会让大家看我们跳 local 了。local 不分年代，明不明白？我的时代。大家会在我放 local， 大家应该不会这样子吧？因为这首歌真的很好听，就是很毒性，很毒性，这首歌很毒性，不是好听的。就是毒性，是阿基拉的应援棒。毒兔，毒好像太早了，但是只要能驾驭得了，其实我觉得年龄不是问题。什么歌都不能放。什么歌都能放，什么歌都不能放是怎样？翡翠就是香啊！这有来看瑞婷组吗 ？Bellflower 组看瑞婷 ，Bellflower 组看瑞婷，这歌真的很好听哎，就是很毒性，这首歌就是很毒性，你知道吗？很毒性。黑什么？有什么好黑的？就是念错，有什么好黑的？好奇，这是我最喜欢光源哪一首歌？是弗雷迪卡。没有没有 ，Bellflower 组看瑞婷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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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瑞婷组，太恐怖。刚好没看到草组啊，这下次来看好吗？十月十日。陈推在草组音组，草组音推最多。我跟林姐，哦，我跟林姐，所以嘞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有毒性的歌都很好听，对，没错。超恶心！赞哦，阿华赞哦。我再穿制服的抵抗，他有没有意外啊？他应该不意外吧？我喜欢制服的抵抗跟女朋友，我很喜欢女朋友的时候，因为女朋友真的太可爱了，女朋友真的太可爱。制服的抵抗跟女朋友，还有白色情人节这三首，不止是不是？好说话啊，大姐。很希望我跳嘛，我也很希望我能跳，希望有机会我也能跳到这首《制服的抵抗》。是不是要直播了？哎呀，想到你们这首歌谁不知道啊？大家可以去查维基百科哦。他一直在跟平常，我怎么知道你推谁啊？我只知道你推我，推我这是最重要的。大家不要再叫我说出女朋友这首歌的全名。我是不会上当的。我觉得那个不承认是可以不用加了，就是蛮糟糕的。就算是开玩笑，我觉得也是不要加。真的啦，大家话好慌张。白的顶蓝蝶的只有表情很赞，谢谢白色情人节我超棒，谢谢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没有辜负这个 center 的位置，谢谢大家。口里没承认，心里承认了是不是 ？OK， 口是心非。Hello Hello， 拜托，可以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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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吗？
阿正可以哦，阿正可以当我女朋友，女朋友，仅限女朋友，女朋友。你要先离开喽，剩十七分钟哎、欸，大家都可以当我女朋友，只能当女朋友，好不好？阿正打球。是阿正当我女朋友，女朋友，大家有听懂我意思吗？大家都可以当我女朋友，小可爱们都可以当我的女朋友。小可爱们都可以当我女朋友哦。开始毛遂自荐，没有，哪叫毛遂自荐？你要怎么当我的影子？小可爱们都可以当我的女朋友哟。那要叫我什么？老公？可以啊，我帅，我很帅的时候可以。我在跳帅的歌的。你当球就，但我发现我笑的时候眼睛会变有点这样。那我的小秘书，什么意思？想当油腻酱，油腻哦，油腻的部分。像翅膀吗？可以呀、啊，大家小可爱们都是我的翅膀。可以改叫女王吗？你说可以叫我女王？可以啊。但我觉得我还没有到那么有气势哎。希望我可以马上，不是马上，就是能。尽快就是担任这个称号，担任吗？怎么讲？升任这个称号。谢怀的大佬喝茶，谢怀怀，再笑一次。笑笑不准啊，就是要大笑的时候才，当我大笑的时候才严格。你们再注意，好不好？配得上，对对对，配得上，真的。小狮子我已经死了呀，小青树，不要，不要当我的衣服，不要，大家当我的小可爱就好了，好不好？看到我的小可爱就好了。大家是不是都想思想怪怪的？女王不一定要会皮鞭啦。而且雨露他说他是驯兽师，好吗？大家，所以那时候就是我在旁边看啊，然后雨露就挥那两下皮鞭，然后大家都超兴奋的，我直接吓到，我想说 what。不会，女王只会踩高跟鞋。女王会踩高跟鞋啦，高跟鞋，我现在也会踩高跟鞋了，哈哈哈。我头发掉进去了，也不好笑。什么意思？ M 的意思吗？哦，我懂了。那当然是，有点吓到，有点吓到。底下开放当高跟鞋，笑死。Reset 的大家都有那个穿高跟鞋哦，不是只有我哦。比赛大家都有穿高跟鞋，晨晨又穿高跟鞋哦。不一定吧，那是你觉得，那是主观的部分。
你觉得女王有性感印象？我不觉得啊。你是高跟鞋，就是对啊，拼图或是也跟很多双。哇哇，毒蜘蛛那一双也是高跟鞋啊，那双很高哎、欸，双算是蛮高的。但是如果要说高跟鞋最难穿的，还是拼图 Forty， 哎，这双真的是救命难。救命难走路哎、欸，就是很难，真的很难。还好跳的是 Pink Forty， 不要这样子。球妹也是，你知道那时候高允觉就是在练习，然后我们在练习，不是高允觉，我们在练习，然后我们就要穿那双鞋嘛，然后就熊妹就可以穿高跟鞋走路，高允觉就说。高允觉就说：“好欣慰哦，当妈妈的感觉，好像可能是，好像是以前熊妹连穿高跟鞋站着都不行的样子。”然后高允觉就说：“好欣慰哦，妈妈的感觉，当妈妈的感觉，很好笑，很好笑。”那双看来就觉得，对啊，那双真的是一言难尽，但是是真的漂亮。对，真的还好是跳拼图 Forty 哎。穿高跟鞋我真厉害，还需要再更厉害。我平常会穿吗？欸，我平常其实都是布鞋，对，我都是穿运动鞋，就去学校啊或是练舞啊都是穿运动鞋的，所以就是基本上就是运动鞋。妈妈行了，对，他就说好欣慰哦，这样，很好笑。进步了很多，时间真的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。突然感慨，很好笑，我觉得我很好笑。突然感慨，我哇，熊妹真的进步很多，熊妹现在表情也进步很多。是没有，但是对，没有但是嘛。感慨什么？感慨，感慨啊！不能感慨吗？感慨啊！大剑的风月，感慨一下，希望我的粉丝会越来越多，感慨一下，感慨一下嘛，大家也会感慨吧，就是看着自己的
超偶像，进步这么多，自己讲进步这么多，就是进步。谢谢 Yuki No 的人气选票，谢谢。是 Yuki No 还是 Yuki No？ 还是没有还是了？哦，大家有看到露比无常吗？就是高出新，超高哎！因为原本穿的那双。怀不可及，他是帮没带线，好怀怀，怀怀真的是不要这样哎、欸，怀怀。你们看到的应该是比较，已经是比较低的那一双，我一 Yukino 吗？我还有穿另外一双更高，但是高出新天地超级高。就其实我一直以来都不太喜欢对镜自拍，没有，之后那双更高。哎，这不是我讲的，是阿正讲的，阿正讲的。OK， Yukino， 那我叫你 Yukino。有照片吗？不知道，也不知道之后会不会露比舞台会不会发。超高，就是我一直不太喜欢对镜自拍，因为我比较矮嘛，所以对镜自拍其实看起来就没有那么好看。但是穿上那双高鞋超高，真的超高哎、欸！然后就是我就是对镜就马上可以对镜自拍，就是真的有拍了几张觉得很满意的那种。但大家可以不用期待我会发出来，因为我不会发出来的。我也觉得，没关系，大家习惯了。我会帮大家取一些奇怪的绰号，大家应该都习惯了。女粉不可以直接买同款，对啊，很可爱，大家可以买起来，很好看，真的很好。那个帽子我真的觉得很可爱，大家有看到那张照片吗？就是我的背面那个的。很可爱耶，背面比正面好看是怎样？自己开玩笑，但我觉得背面那张很可爱，有说不出的可爱感，就算是背面，不会，我觉得不会啊，不会吧？会适合，后面有短，对，然后有露出我帽子的图案。独角兽 unicorn 是正面比较好看，是不是？ OK， 我自己觉得是背面比较好看。不会啊，你不会，不会啦。买起来了 ，Lucky， 自己美背，我本来就美背，不用自己说，不用偷偷说，我就是。自己讲完害羞，拍谁呢 ？Lucky。可以啦 ，Lucky 带电视。刚才看你握手会带来找我，不强迫，希望。不会啦，那衣服很好，我觉得我那件很好驾驭，那件深蓝色，而且后面有一个缎带，就是不会很高调，深蓝色就很好看。毒蜘蛛那一套没有吗？我还说他爱害我，命是 Lucky 不是啊？命是 Lucky 也太奇怪了吧？哦，山顶是不是？我不会记得你在哪里好吗？我还说他爱我，我也爱大家，我也爱你们，我爱我的小可爱，怀怀是我的小可爱，我也爱我的小可爱，我爱我的小可爱。是 Ring 跟啊、哦，为什么我要读字 ？Why？ 晨晨有跳吗？是谁有跳？我想想啊。
年纪问题什么意思？他们的歌会有个重拍，听着很烦。到我十六了，火锅城，你看晨晨有跳是吗？对啊，晨晨都跳了，大家，大家晨晨都跳了，我有什么好不能跳的 ？Hello。我之前就是我有点快要崩溃，也不是快，就是有点快要到某一个境界的时候，然后我就会变刚刚那样讲话，然后那时候原子组就听不到，然后原子说就是谁这样讲话，然后他说他帮我取了一个绰号叫耿直哥，然后他就说我差点就要挥下去了，挥下去了，我真的。是哦，今天学到新知识。好，我来念榜了。我们把音乐放回 local， 相信大家听我这支直播应该会去听 local 吧。日本是有的歌年纪太小不能唱，不过应该会上来跳舞。哦，真的、哦？好，我拿我不不不。我要念榜了，谢谢企鹅的花开正当时，谢谢。念榜，我今天从第五名开始念哦，谢谢布拉布拉怪，谢谢。但我觉得他应该不在了，谢谢。第四名是 Lucky， 谢谢 Lucky， 开心 ，Lucky 最近都有来看我直播。第三名是我看一下哦，志伟哥，谢谢志伟哥。第二名是怀，谢谢怀耶。但怀现在应该没有在看手机美店。第一名是企鹅，谢谢企鹅，谢谢企鹅，感恩企鹅。第一二三名。志伟哥，华华应该不在吧？企鹅，哦，志伟哥，志伟哥在，谢谢志伟哥，志伟哥可以指定一个拍照的 pose， 这之类的，企鹅也可以哦。企鹅，华华，华华应该不在吧？还有志伟哥。干嘛呢？干嘛呢 ？Local sense。上班都是不打扰，我才他一定要多讲话，才不会打扰我嘞。好哟，拜拜。这是我的时代。我喜欢一还是二？我喜欢一，要看情况了。但如果你问的话，我也喜欢一。干嘛呢？大家有没有被这首歌毒性到？毒到很毒哎、欸！这首歌，他们的歌很毒，这首歌真的很毒哎、欸！我在说。作伟哥，作伟哥有听懂我在说什么吗？还是作伟哥是想纯粹想听的人？太棒了！你有会说二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因为你是第三名，所以你可以指定一个动作，就是之类的拍照的动作。谢谢茄子，我来签到哦。Hello。
准备好了吗？不然我要下班了哟。可爱，什么意思？你要可爱的 pose 吗？那我直接帮你决定咯。OK， 上次没送不该，太可爱了吧你。对，前三名可以有奖励哦 ，Rain， 知道了吗 ，Rain？ 企鹅，企鹅还在吗？企鹅，企鹅，企鹅，你要一个可爱，包华也得一个可爱，好 ，OK。可以吗？再一个可爱。可以吗 ？OK， OK。Local sense。我的 Instagram 的现实动态 Instagram 是 JYPNG， 拜拜，下次见。